这个速读呢是怎么样让你能够速读？第一个就是扩大视野。现在我们在看书都是一个字一个字看嘛，但是透过速读的训练，我们希望你一群一群字的看，哦，可能刚开始呢一行，哦，变两行、三行、四行，哦，变到最后变成一个面，哦，一个面的看，这个就是扩大视野，让你从一个字变成一次看五个字或者是十个字，一个一整个面，好，哦，来再来呢，第二个呢就是眼脑指印。眼脑指印的意思就是眼睛和大脑，眼睛看到，头脑直接反应，就是眼睛和头脑的这个连结度越高，你的专注力越高，越高，专注力越高，你越不容易出错，然后看得越快。好，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家长呢，常常会讲说啊，我这个小孩啊，这个不是不会写啊，就是常常粗心大意啊，不是看成是，为什么不是会看成是？